背着谁流泪，这件事 It makes no sense。 我每天浪费了时间，便开始学习如何去说服自己，不会是因没有偶遇，词不达意，丢掉所有乱说大道理，统统奔向你。芝麻思考这件事才是背道而驰。渺小的我也曾做梦想的游戏，也曾因为不能成为你这样的人而感到沮丧，可你的存在又让我感到缕缕善意，抹平对这世界的怀疑。背着谁流泪，这件事 It makes no sense。 我明明浪费了时间，便开始学习如何去说服自己，不会是时间，一边开始学习如何去说服自己。